贾六，贾六，贾六，醒醒啊！皇上等着你呢，还睡呀？哎，这些干奴才的。 皇上该起了。贾六，您该起了。皇上该起了。贾六早，贾六吉祥。皇上早，皇上吉祥。 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咱们两个不知道谁是奴才。皇上，奴才有眼无珠。哎，那完也挖了，可不好配哟。哦，谁的答应啊？春喜的答应，春喜的答应，春喜来了。万岁爷吉祥，万岁爷早。早起来了，春喜。不早了，万岁爷。 答应已经洗脸梳头，再给万岁爷叠好袜子，烫了内衣，用桂花熏的手绢了。嗯。哎呦，贾六，干什么？哎呦，你看你，你看我，好大一团野屎哦！嗯，咳嗽你还没有洗脸呢，脏鬼，要你管。洗脸，那多费事儿啊。 人家还准备睡个回笼觉呢，皇上。春喜，干什么？我得罪你了是不是？当着皇上这么说，怎么样？哎，贾六啊！哎，皇上，你还是去当兵吧。当兵？哎，当兵嘛是走也能睡，站也能睡，出操也能睡，吃喝拉撒一点都不耽误啊。你好野啊你！ 臣等恭请皇上万岁爷吉祥，万岁爷吉祥。嗯，起来吧。谢万岁爷。来吧。是。 你干什么？你死贾六！春喜，咱们呀也得有两招啊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死贾六，敢跟我开黄腔？什么我跟你有两招？什么我跟你开黄腔？我说的是真的。 保住，朕有进步吗？皇上武功天下第一。哦，除了这四个字，你还有什么说法？
皇上，天下得要找你报仇。你只能算小子。哼，宝柱，万岁爷让你换个说法。换个说法？哦，皇上，地一天下，天地一下，地天下一，一地天下，天下第一。哎 ，first day。你说什么啊你？洋文啊！受不了你哦。皇上，我能不能够不说天下第一啊？朕本来就不要你说朕是天下第一嘛。哦。曹大人早，黄大人早，陈大人早，李大人早，吴大人早。哎，后面是什么人呢？苗人三公主跟她的随从进宫进贡。进去吧，先到礼部报道。请。哦，啊啦啦啦呀，哦，哎呦妈呀，哦。哎，贾六啊，皇上，有机会啊，回到乡下，告诉你们家里人啊。哎呀，洋人这种洗澡的方式啊，真好，水啊永远是干净的。哎呀，比起咱们那种盆汤泡着、搓脚的、放屁的，哎呦，反而弄得一盆的脏水啊。皇上有所不知，我们乡下人啊不洗澡的，不信的话您问春喜。不洗澡？啊，不洗。是啊，一辈子就洗三次，出娘胎一次，娶媳妇一次，翘辫子一次。他们说洗澡洗多了伤元气。伤元气？哎呀，要改革。啊，改革啊，几千年了，改我看也得改个两三百年喽。改两三百年？改个革洗澡要两三百年？那天下的大小臣工，他们为了黎民百姓办些什么事儿啊？我不信。皇上不信啊？不洗澡都几千年了，多少成功多少皇上也没能改革得了啊，谁管这个？黎民百姓完粮纳税，当兵打仗也就是了。真叫人生气。皇上，今早奴才办事不力，突然想起来孝敬您一点节目。嗯，什么节目啊？宫里演戏的一洋枪班子啊，有个老爷子，大狗熊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大狗熊，我们都叫他大老爷子。他不是告老还乡了吗？啊，又回来了。昨儿个奴才遇到他呢。嗯，老头子快九十了吧？可不是，九十只多不少。他还在天桥吗？哎，嗓门做工啊，还是那么带劲儿呢。嗯，好，改天去瞧瞧。哎，奴才遵旨。嗯。哒哒哒哒哒啦，七嘟啦哒哒。啊，回头给我传军机处领班到养心殿来见我。扎。起来吧，谢万岁。六部九卿有奏本吗？臣启奏万岁，我朝自太祖开国，世祖鼎鼎中原，一百多年来是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我万岁孝干勤政，爱民如子，如今朕替你背，于今四海晏然，天下归心，非老臣怕事，实在是事有不关宏旨者，不敢烦扰圣心也。一字没漏吧？朕听都听会了，每次都这几句。下去吧，
喳！臣启奏皇上，两淮严政贪渎不法，民怨沸腾，抗税走私。两淮严政杀了一个了，你们再举几个，就有人这么喜欢吃盐。督察院查办，扎。启奏皇上，蒙古诸旗、克喇沁旗、欧牛特旗，皆有逆制传闻，皇上是宜及早安抚。他们有逆制，怎么安抚啊？朕祖父康熙皇帝八个女儿，六个嫁塞北，你们不是不知道的，这样也安抚不了。你们倒是要替朕出个点子，提个道啊！扎，皇上，还有川贵的苗族。别提了，朕知道了。有别的事吗？没有，下去吧。扎。臣启奏，万岁圣心雅意，深通律吕，于今朝中所用的歌词、乐曲、乐律、乐章，俱属前明朝所制，换个歌词，改个歌名而已。宫中所奏的吟扭丝，跟民间所奏的探亲家如出一辙。朕不是命人增添了律吕正义了吗？哼，这个时候弹音乐，朕心里正擂鼓呢。扎。启奏万岁，臣以为以皇上的圣明及平常的训示，今日亟待整顿者，河工、曹岩、灾镇、边关，除此之外皆属闲篇。不过臣之忧心者尚不在此。你忧虑什么，曹大人？航海发达，不为欧西诸夷屡屡扣关，不是求见万岁，便是强迫贸易，更有甚者不法移民。今日虽只是台湾、吕宋、南洋，他日必将扩至欧西远处，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，此为何等大事？臣有奏折谨呈万岁。曹大人所见的事，朕要细读你的折子。